哎，你们这边光好好啊。对，这边光很好看，我拍了好多照片和抖音。那边的光太死亡了，太死亡了。行，我想向公司申请一下，我一直坐这里。他放到元素那边去。国庆公园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？我要跳个没有跳过的，说跟没说一样。我上次跳公园还是在这次。废话，但是如果国庆我如果国庆我的游泳池是两个人跳的话，那一定是双人区。如果是三个人跳的话，那一定是三人区。真是听君一席话，我听你一席话。你们国庆放假吗？国庆我不知道呀，公司什么时候放假？但是我知道我们3号、4号有公演，但是我不知道1、2号在干什么。如果1号、2号没有事情的话，我要去天安门，我去看升旗。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，姐姐？没有了。好，再见。粉丝拜拜吧。粉丝再见，我的飞行棋们，我的粉丝们，尬住了呀，拜拜。Hello。Hello。Hello。什么？这个还好吧？姐姐说要往后一点，是吗？把我拍的脸太大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是我没搞好镜头。我看了那个 vlog， 那个中秋的，嗯，很好看，很温，那个叫什么温婉。但是就今天刘海夹的有点问题。好，就这样吧，可以。没事，你还是美的。中秋节给美女整点。Good。你们国庆公演有没有什么小惊喜？国庆公演有没有什么小惊喜？其实我觉得对于来看公演的大家应该是一种惊喜吧，因为跳了很久，就是这条河内很久都没有跳过的16人曲，大家好久没有见过的16人曲，因为算是一场，这个不是国庆和答谢赶到一块儿了嘛，然后因为总选的时候回来就想着给大家办一场就特别棒的答谢，因为今年北京大家的成绩也是因为有你们，所以我们这次的成绩就倍儿棒，所以也要给你们办一个倍儿棒的答谢公演。如果放假的话想去哪里玩？姐姐能把如果去掉吗？不能啊，老妹儿。能把如果去掉吗？国庆给我们放两天假吧，让我回一趟家吧。其实我想回一趟家，就我老家，因为想爸爸妈妈了。哎，但是我完全是，不就这卖那。希望我们公司能够听到来自孙小燕的祈求。吃辣，然后但是还是会吃。嗯，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吗？有什么想对粉丝？就希望大家国庆能够吃好玩好，那个。多来看看我们，因为我们国庆不是有2天公演嘛，希望3号、4号都能见到大家的熟悉的脸庞，然后国庆玩得开心，答谢看得开心。我特别好奇你喝多久。拜拜。我看姐姐上周拍的 vlog， 我觉得拍得很好，就是大家把那个姐姐永远的神，没什么来着，把那个什么来着 YYDS 吗？对 YYDS 打在公屏上。我觉得姐姐就是以后可以考虑就是不要走了，不要再换了。一直跟我们拍 vlog， 因为我们那个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看我们那个抖音啊，最近抖音也营业的很勤快，为什么呢？当然是我们这位官服小姐姐啦，因为她一直帮我们剪视频啊，然后就一直帮我们做姑娘，我觉得很 nice。 因为我没有吃饭，就是握手前然后就吃个面包什么的。你们国庆公演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呀？想想，没有什么要透露的，反正都是我很喜欢的歌单，没有我讨厌的歌单，每次都是我很喜欢的，很期待到时候跟大家见面，也很期待就是我到时候的 UNIT 希望不要翻车，也希望能够好好表现吧。因为我对我这个 UNIT， 因为是答谢嘛，然后我这个 UNIT 就有很用心的去准备啊，巴拉巴拉的，就还把那个歌词啊，什么一部分跟我的就是UNIT 的那个搭档啊，什么就是伙伴啊，就一起改了改，然后就把词也改了改，然后就花了很多小心思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你们国庆如果放假的话，还想去哪儿玩？如果放假，我要回家。我要回家。因为我那个奶奶过生日嘛，然后中秋的时候我就没有回去来着，然后我就国庆我特别想回家，但是呢，我希望就是公司能够在国庆前发这个给了我，让孩子买个机票回家。我姐姐这段要不要帮我剪掉？特别太那个，剪掉，帮我剪掉。对。
我既希望回家或者说是出去玩，因为我现在也很想去长沙呀，去三亚那边玩，就想去出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。嗯，好，那跟粉丝拜拜吧。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拜拜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J48 集体赛，今天是9月25号中秋节后的一场普通的彼此未来公演。说什么啊？你今天这个 vlog？ 你们国庆公演有没有什么小惊喜啊？可以国庆公演呢，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16人的直播，因为我们有很多变了的直播，不知道对大家应该都很喜欢。我们选了很多大家喜欢的歌曲，可以看一下。你们国庆如果放假的话，想去哪里玩？想去西安。因为西安美食特别多，我特别想去吃东西，然后我特别想去拍那个美食的。如果我以后干什么的话，我以后一定会去做一个美食博主，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我。如果你们也很喜欢吃的话，有什么想跟粉丝说的吗？爱你哦。好的。喜欢我，想我，每天想我800遍。好的，拜拜。好的。然后发了我们中秋公演的 vlog， 这次是日常公演。是的，就是日常的一个记录。总选答谢公演呗。对。反正我们就也是换了部分的16人成员群，然后院子也是全新的阵容，全新的，然后希望大家也能看出我们满怀感激的心情，然后给大家对我们总选的支持的一个汇报演出吧，希望大家能看开心。到时候我们能来的呢，还是现场捧个场；然后如果不能来的呢，我们就目前点击观看，为我们 BJ 的在线观看量做出一份贡献吧！太惨了，太惨了。OK， 好，这粉丝拜拜吧，拜拜拜拜拜拜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希望今天是我们的一场普通的公演，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不在，所以呢我在这里为你们献上一首美丽的歌曲。这首歌呢叫什么歌呢？我想一下。好日子。我叫什么？什么我在什么遥望北京。蓝蓝的天上白云，什么什么，哎呀，反正就是，反正你们就自己去猜吧，反正这是一首很喜庆的歌曲。你国庆公演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小惊喜啥的？我国庆公演的时候，你可以认为我是一个御姐，然后也可以认为我是一个刺客，也可以认为我是一个女杀手。还有问题吗？你那个是在做十字绣吗还是啥？这个是一个小小的，不是十字绣，算是刺绣的一种，但是比十字绣稍微的就是扎手一点，其他都还好。的话，如果我们国庆放假的话，放上个7-8天的话，我想先去一趟回家，然后在家里休息2天，然后吃。我这里边做梦都梦到我们那边的好吃的了。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吗？我特别想吃我们那儿的那个大水盆羊肉，然后还有那个净糕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，反正我昨天晚上就梦到了，就特别的想吃。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去我们陕西旅游的话，可以去试试。好，就这么多了。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今天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国庆节有什么安排吗？国庆节就是公演握手。国庆要是放假的话，要去哪玩吗？国庆要是放假的话，我要在家待躺7天。其实想去环球，但是我觉得国庆环球肯定特别人多，人特别，所以说对。我还是错峰出行吧。公演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吗？我就是要跳一个比较性感的 unit。 对，好的，那跟粉丝拜拜吧。拜。在拍什么？拍下一次的 vlog。 下一次，对，那我要干什么吗？买了猪肉。那个公演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的？然后就出来了。我想透露一下，等会儿。C 算了，唱的是 CP。对呀、啊，但具体是谁我不说，相信大家也都猜得到。赶什么赶呀？我回去回去。国庆放假吗？算了，那我现在你们放假，我在工作。对，我想放假，但是我想回家呢。
拜拜了，拜拜。下去买个白的吧。好嘞，哈喽。这么绿的，这个看起来挺有。哈喽。我觉得好，我觉得灯光真的很好哎。是吧？对，主要是人美。我嘴里有吃的，你发现了吗？我发现了。我像个松鼠吗？我全都有。像。我比松鼠可爱吗？你比松鼠可爱。我也觉得。你全世界最可爱。你人真好。你们国庆的公演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的？啊，那些歌又很适合我。众所周知，适合我一定是适合美女的歌。Unit 还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双人曲。还有，是我之前说过的，有机会会跳给你们看。哎，你今天好爱撒娇啊！我没有发烧。我说你今天好爱撒娇啊！你看，果然是发烧了，撒娇就是发烧。我没有爱撒娇啊，因为我平时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啊。我有和粉丝说，今天是我出道200周，不是2周年，希望你们能，希望以后你们能越来越喜欢我。好的，你希望多多期待我们国庆公演哦，拜拜。姐姐，你是绿的。你绿了，姐姐。我绿了。你绿了。你灯都是绿的，全世界都是绿的，我的手机也是绿的，好环保呀，陈真，对吧？我很喜欢，我太喜欢这个眼镜了，很适合我，跟我的无语雪地是一件套，好环保呀。你买的那个卡夹，它有40块钱，我又在淘宝被骗了。我昨天。真的，我昨天范旅员跟我说他买了这个无语雪滴，我跟他说我都已经到了一个星期了，然后结果他跟我说他9块9在淘宝买了4个，我40块钱在，四十，对，40还是定做的，我很无语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感觉好像没有不一样，只是我被骗钱了而已。真诈骗？在哪买的呀？淘宝。建议大家下载一个国家反诈 APP， 这个自己都能做，谨防电信诈骗。从我做起，从身边做起。电信诈骗40块钱，谁懂？没有人懂。我在淘宝才花了7块钱。你好过分呀！你为什么比范旅玩的还便宜？你从哪？喂？为什么会有7块钱的？我要不直接……那你下载那个国家反诈 APP 了吗？我下了，我早就下了，谨防电信诈骗。因为我经常被诈骗，但是从来没有人骗过我。就是我经常被打电话，但是呢？没有人能骗得到我的钱，因为我是金牛座，只有我自己才能骗到我自己的钱。放假吗？放假的话，你有啥安排？我要去漫展。去哪？去漫展。我要去当二次元，我准备去。我也要去。1周年纪念，不带你去。我也要去。不带你去。13号跟4号有答谢空间。对。希望大家多关注一点。姐姐怎么手抖啊？你是异空间肌无力吗？你是异空间肌无力。异空间肌无力代表。我真的很无语，大家都好肌无力，异空间大家全都是肌无力。改名吧，改名叫肌无力空间。改名叫不太有可能。异空间肌无力店。然后关注一下答谢公演，关注一下新公演，多关注一下我们 DJ 方茄。好嘞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们早上都没有吃饭，早上太早了，早上9点。你们国庆的公演有没有什么小惊喜可以提前透露？小惊喜啊，其实我要是说完之后，你们会不会就知道了？我的小惊喜跟我隔壁这个小惊喜其实差不多。我这样说完，你们是不是就知道了？我国庆的时候我会演一个女杀手，我是007，詹姆斯·陈威。你们懂了吗？你们懂了吗？你们国庆如果放假的话，你想去哪玩啊？我想回家，我好久没有回家了，姐姐。你家在哪里？山西。没事儿，一空间是我家。多关注我们北八，然后也多关注我。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国庆如果放假的话，你想去哪玩啊？国庆放假。我想去环球，但是我觉得人太多了。如果能有，好吧，我心绞痛，我心好痛。为什么你要戳穿我，你这个坏女人？明年，那我就从今天开始转。
我等到明年明年的时候。来下一个问题，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吗？祝你们长生不老，跟我一样长命百岁。好，拜拜。